喜欢吗？三仁兄啊，这个片吼，跟你本人足相像的呢，充满了艺术感，而且还很深奥哦，是很深很深的那一种呢。谢谢海哥你的夸奖。啊，不过我看无咧。啊，迄几个鬼是安尼喊来喊去，因是还袂超生哦，还是要来我的桃花源修炼？这个片是你要中元节办的哦。海科，你这个解读蛮有趣的哦，但我这个是想要传达说，这四个人呢受到都市的压迫，所以喘不过气，所以呢，他们想要看无啦。而且我这个桃花源才出现在后面一点点而已呢，也看不懂这是在卖房子啊。我的要求很简单啊，这房子是盖在乡下的，也是乡下人会买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把我拍的那个漂亮又高尚，安尼就好啊嘛。海哥，我们这支片子呢，主打是都市人嘛，我们这样反向操作，说不定可以找到更多客人。Man 啊，我爱储备北偶像啊，我一清二楚啦，不安尼啦，你再帮我重拍一支。好，你前面拍的钱我一样算给你啊，后面的哈我不会催你啊，你找到来，哎，就好了。重拍。对啊，欢迎光临。还你，桃花源的演员费，既然我都没有出现，我也不想跟你白拿。哎，小蛋姐，伊是桃花源的演员啦。他就是四个戴面具其中一个啊，长头发那个。哦，三藤兄，你嘛帮帮忙，这样你水的姑娘啊，你让伊抗头抗面，安尼敢会看见哦？总算出现一个正常人，导演，这才是一般观众的反应啊！人家本来是女主角，拍了很多特写镜头，而且最后的时候还有我非常精彩的独角戏，结果嘞，全部都被这个自以为文青的导演剪光光。美丽，我都跟你解释过了。我想要看伊的表演。海哥，你确定？哎呀，海哥，桃花源的老板海哥。我就是。海哥你好，我是吴美丽，新出道的模特儿兼演员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。导演，你看人家海哥都说要看我了，你应该要听老板的话啊。美丽，我是在保护你。不要，我对自己有自信。哎，三仁兄，看一下看一下，红场一下啦。好，看看看看看。老哥，老婆，这里就是我们要生活一辈子的地方。老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哇，多么灿烂的阳光，多么清新。Bravo！ 哦，美丽，你的声音真好听呢，啊，都好参照我去意大利歌剧院同款。哎，我们要唱一个哦。Oh, sala mia！ 哎，我先给吹落来啊！而且美丽，哦，你的表情就生动的呢，一看就知影你介意阮的社区。阮真卡就是爱这种热情直接的尴尬啦。海哥，你喜欢也没有用啊，导演都把人家剪光光。哦，剪光光没有关系啊，反正我都要重拍了，到时候再放进去就好了。重拍？为什么要重拍？我看无啊。海哥。人家跟你一样看不懂，那重拍的话，人家还是女主角吗？哎，是当然的咯。谢谢海哥。哦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嘿。三仁兄，这边阮桃花源，我爱教你啊。啊，搁有哦，啊，甲美丽的小姐的面，莫甲黑入去呢。哦，快进掉，保持社交距离。
哦，一斤哦，来，我好大，来。哦。OK， 这样子就好了。哇，虽然我一个步骤都看不懂，但是谢啦，仲贤。仲贤每次帮我们用完电脑啊，除了速度变快之后啊，其他什么都看不懂。上尉，我刚好有事情要请教你，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？哦，好啊，什么事？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聊吗？换个地方聊？仲贤，你是不是要跟我告白？哇，仲贤条件这么好，我应该是 OK 啦。但是呢，你可不可以给我5年的时间？我要忘掉正阳，然后重新来爱你。不是啊，我是要问你 Kelly 的事情。我开玩笑的。好，我知道。哦，好了，那我们去会议室聊。好，那就按我这样说的做，谢谢。好。哎，子韵，他们刚刚说是真的吗？尚飞跟仲贤。尚飞开玩笑的啦，没有骗到仲贤，反而骗到你啊。哪有？才没有。没想到邱又廷这么渣吧？邱先生呢？他今天没有来吗？嘿，你怎么了？这戒指呢，是邱廷跟他的兄弟借钱来买的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要把这戒指退回去给店家，然后拿回钱还给他的朋友。你要退回去？对。那这样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办？到时候再买一个适合我们预算的就好啦。难怪 Kelly 那一天那么反常。Kelly 怎么了吗？我去房中站找他，看到 Kelly 那忍不住流眼泪，然后我不管怎么问他都不回答，所以我就只好来这边找你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不是，秋林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 Kelly？ Kelly 为了他放弃很多事情，连唱歌他都放弃，他这……哦，仲贤，平常看你这样斯斯文文的，讲话很温柔，感觉没什么脾气，原来你这么生气哦。因为他伤害了 Kelly。哎，仲贤，电脑弄好了。哎，黄，手上拿了什么东西？我的替身啊。啊，不对，这是渣男的替身。什么是渣男的替身啊？啊，昨天我们在爱情公寓陪 Kelly 玩那个复仇飞镖，效果是还不错的，只是太危险了，射到我们的小命难保。然后我在街上就看到这个东西，觉得很适合。嗯，不错哎。我刚刚有印新的照片，不然啊，昨天那个照片都被飞镖射烂了。那等一下。很好，今天晚上 Kelly 可以对这个渣男不倒翁尽情的发泄，看是要踹他、扁他、咬他，还是刺他一刀都可以。刺他就破了啦 ，Alan 黄。总监会不会太夸张啊 ？Kelly 这么有自制力的人，怎么可能那么暴力啊？就是怕 Kelly 自制力过头会内出血，所以我们才要想办法让他发泄啊。Alan 哥，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？OK 啊，顺便试一下看这个不倒翁结不结实啊。
知道你觉得我配不上 Kelly， 他也因为我舍弃了很多。你也说我主导他的人生。不过即便是这样呢，我也不会放弃我和 Kelly 在一起。我会为了 Kelly 而努力。大家觉得呢？他的选择是没错。不，邱厚廷，说话不算话。哦，对对对，邱厚廷，跟我回来面对哦。你卡好，来继续。如果让我发现你对 Kelly 不好，小心我回来追你。放心啦，我不会给你机会。小飞啊，你刚在会议室到底对李仲贤做了什么？我才要问你，那不倒翁哪里有问题？哇塞，能让仲贤那么斯文的人变得这样，真的不简单。对啊，平常很温柔不发脾气的人，一旦真正生气，真的很可怕。原来仲贤这么讨厌邱厚廷，他是太喜欢 Kelly 了。我真的很担心他会不会把我的不倒翁给打破，我才刚买而已。艾伦王，你要阻止他啦。开什么玩笑，我冲过去被他敲一圈，我不是很倒霉吗？哎，仲贤，你干嘛啦？近一点啦！我现在冷静不下来，我很生气，我真的很生气。谁？哦，就偶像剧逻辑来说，我现在应该要酗酒才对。喝水，喝水。哎呦，哎，仲贤，我真的看过你好多面，但是今天呢，看到你生气的这一面，哎，你生气的时候很像小朋友，哎，超好笑，而且很可爱。如果你们拍婚纱那一天我也在现场，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。好啦，我下次拍婚纱呢，带你去，你就当保镖。Kelly， 不要勉强你自己笑，至少在我身边，不用装得那么辛苦。没有勉强我自己啦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很好笑，很可爱，而且很感动。不要笑我，我是真的很生气。啊啦啦啦！不笑不笑不笑！但是我真的有一个问题，哎，你看哦，你们大家都这么生气，还比我更生气，这明明就是我的事情哎。或许是因为邱婷每次弄我生气，我可能也习惯了吧。Come on， 拜托，你到底在邱婷那边受了多少委屈啊？连生气这种事情你都可以习惯。哎，他其实没有那么糟啦，他就是乐于助人嘛，爱帮朋友同袍。Kelly， 真的不需要再委屈你自己，这一次你绝对不能原谅邱厚廷，绝对，他不值得。不原谅，然后嘞？然后还有很多人，很多人想要对你好啊，你可以给他们机会啊。姐，谢谢你啦，每次呢都是你逗我开心逗我笑，也只有你会替我打抱不平。可是啊，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就是我跟邱厚廷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决，只有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去个地方啦。哎，你知道蝴蝶效应吧？
那你知道情绪也是一种蝴蝶效应吗？因为只要你把你的笑容散发出去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带回更多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呢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要流一点汗发泄一下。哇，打到了！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变厉害了！我跟你说，就是要瞄准这些球，这些球呢，就是那些讨人厌的事情。挥棒的时候呢，打到球了，就可以把讨人厌的事情一起丢飞出去。哇，哎，我觉得我的朋友说的真好，打飞出去的球，流一些汗，真的心情会变好哎。你这个好朋友真的很不错，你要好好珍惜。哎，那还用你说？他是我最好朋友之一耶。那我问你哦，这个好朋友他有没有机会？哎，等下呢，换你打三十颗全雷打，我就帮你问一下喽。三十颗全雷打，哎，这个标准连职业大联盟都很困难呢。哎呦，哎，你先热身呐，等下就换你喽。打到了啦！专心看球啦。你去热身呐，三十颗呢，全雷打。哇！白婷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太强了啦！哇！好厉害哦！哇，好痛啊，好强啊。有一个披风守护着我的喜怒和哀乐，分享我的梦，分担我的痛。什么？海哥说要拍吴美丽正面？海哥真的喜欢吴美丽那种浮夸卖弄风骚的表演吗？嗯。哇，海哥到底凭什么啊？我们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天，在外面风吹日晒，我的皮肤都黑了好几区了。张思思，我比较黑吧？你看，哦，黑不黑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这支片子是光鑫哥辛辛苦苦做出来的，海哥到底凭什么说重拍就要重拍啊？凭海哥是老板啊，老板给光鑫学长钱，学长就必须要交出一个让老板满意的作品。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他也要尊重专业啊！如果海哥今天请的是李安，请的是史蒂芬·史蒂夫，那他还敢有这么多意见吗？你拿李安跟史蒂芬·史蒂夫去跟学长比，这是不一样的吧？我不准你嘲笑光鑫哥啦！嗯，都你自己在讲，黑不黑也在讲，导演也是你在说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两个不要吵了啦，听一下光鑫怎么想的吧。我不会修改。我已经想过了，这个最终版本呢，最能代表我的特色。而且当初海哥呢，也是因为我的艺术气质才找我合作的。而且爵士讲的没错，就算我不是什么国际大导演，海哥一样要尊重我。光鑫，那你有想过，如果海哥他不接受你的最终版，要你听他的想法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嗯，那就不要重拍啊，把30万退还给海哥，这几天的拍摄就当做送他的，薪水我也可以不用了。有义气耶！所有的三台粉都知道光鑫哥才华出众，之后一定会被全世界给看见，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骨与格调，绝对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。真不愧是首席粉丝，完全讲出我的内心话。喂，总监，我马上回去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光鑫哥，加油，坚持下去。谢谢，谢光临。亲爱的学长，在这边贴心的提醒您，您上星期已经买了一个贵贵的镜头，总共分12集，要记得把钱准备好哦。光鑫真的需要这笔钱哦。嗯。可是如果真的收钱办事的话。我身体里面的艺术基因会过意不去呢。哎，光鑫，我觉得你要想一下，
你当初拍这个片子的初衷是什么？初衷？就拿这个例子来讲好了啦。我们店里面这台新的咖啡机，当初子云呢，他为了这个新的咖啡机去拍广告，一开始我不是很能接受，你看到的不是有点愉快。不过还好子云他坚持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店里面呢才有这个新的咖啡机可以使用。所以你应该好好想一下，你当初拍这个片子最终目的是什么？不管你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，只要确认好你的目标，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往前走。不管途中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遇到什么阻碍，你一定可以毫不迟疑地跨过去。嗯，学长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哎呦 ，Jacky， 我知道秋婷跟赵雅芝跑了，你很难过。你看你的脸都揪在一起了，你一定很痛苦。来啦，哭啦，肩膀近。我脸会揪在一起，是因为我上瑜伽课的时候腰受伤，现在非常痛，跟米娅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也不需要借你的肩膀。哦，你腰受伤哦。那你干嘛不在楼下躺着嘞？干嘛下来？手机掉在沙发那儿，我下来找手机啊。奇怪，你腰痛到不能走路，那你是怎么下来的？你用爬的？滚下来的可以吧？你用滚的？哎，这样会骨折哎！我帮你叫救护车。拜托你，开玩笑的，你还当真啊？我下来的时候不觉得痛啊，可能刚刚弯腰拿手机的时候又扯到了。哦，好，那帮你坐一下啊。不要了，我不要待在这里。那不然你要去哪里？我扶你去。不用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不方便去。爱情公寓有哪个地方是我不方便去的？来，跟我说，我扶你去。说吧，说吧，说吧，你看。好，不方便。哎，乐华 ，Jacky 要尿尿。就拿一只大声公好了。哎，不错哎，大声公，这样子啊，以后你要尿尿啊，就不怕没人知道了。不需要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不听上飞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哎，老黄，快点呐，这条尿出来了，忍住哦。来，慢慢来，哎。哎呀，小心啊！关了灯。小心啊！关了灯，继续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回来！想什么呢你？脑袋装什么？下流龌龊！你看清楚一点 ，Jacky 腰受伤了，不方便到楼上用厕所，跟我们借厕所用。快点过来，帮我扶他到客厅去。哦。啊。来来，小心啊！谢谢，舒服多了。光心，你心情不好啊？这你看出来？思思全部都跟我说了，她说你看起来很沮丧，要我劝你不要灰心，鼓励你再接再厉。嗯。我知道，谢谢。哎呀，你不要看我当上了总监，好像很风光一样啊。以前我刚学策展的时候，也是遇到很多低俗又没水准的老板啊，情况不会比你现在好到哪里去。哦，黄总监以前也遇过类似的情况。对啊，
那些老板对我指指点点，要改这个改那个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样子改会把东西做 low 的。我给他再好的创意，他们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想法不太对啊，不成熟啦，你方向偏了啦。”然后我就不被接纳，当时我的心情也是很沮丧。嗯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必须接受啊，因为这是个机会，你一定要学会接受现实，再怎么不情愿也要按照老板的意思去改，而且这是为了生活，你不能为了坚持自己的想法让自己饿肚子嘛，对不对？难道要这样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吗？这个是暂时的了，等你有了经验，有了作品，你的业务拓展之后，累积了人脉，你就有话语权。到时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也就是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开始发光发热。可是要等到像你有话语权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光兴啊，我跟黄总监都算是业界的佼佼者，我也一样啊。我的经纪事业刚起步的时候，也遇过很多类似的状况。我想这应该说是每个人的必经过程吧。你们讲我都懂，可是一直被否定，而且要把东西改更烂，我真的过不去。你的心情我们都能体会，但是呢，一个好的创作者就是要能把烂的东西变成好的东西，然后把好的东西卖给下单的老板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而不是放弃。对啊，你一旦放弃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转个念吧，啊，或许这个次机会呢，是一个让一炮而红的转机呢。嗯哼，每一次你成功把你的作品销售出去，就距离你掌握话语权又进一步。至于理想嘛，等你有话语权之后再说吧。好，我懂了，谢谢你们。这里很安全的。那个变态呢，已经被我男朋友抓起来了。要不要揍他？还是我们直接报警好了？不要揍他，也不要报警。他很胆小的，你们这样会吓到他。臭老子，臭老子，给我老实点，老实一点，老实一点！不要打我，我不是坏人。你不是坏人，你是个变态啦！我告诉你啊，像你这种，我闯进女厕偷看女生的脸，就是交给警察，叫警察把你阉掉，我看你还做什么事？拜托，不要报警！不要报警。难道我要颁发奖金给你？你两婆家我也西变。这么做是有苦衷的。其实，刚刚那个女生，她是你男朋友。那你干嘛躲她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想要分手，但她不想。你放心，我男朋友厉害，绝对不让她继续纠缠你。不是啊，是你们误会了。是我不想跟她分手。那为什么要躲她？因为他一直逼我去美国，我不想去。美国那么远，我去了以后就见不到他了。我真的不想去。可是他就是不懂啊，还自以为是为我好。我们原本约好要一起去美国念书的，可是后来因为我临时有事，没办法和他一起去。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说，那他也不想去了。这不去就不去啊，代表他在乎你吗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去美国是他努力好久的梦想，怎么可以因为我不能去而耽误他呢？梦想，梦想又怎样？不去有什么关系？两个人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先不要管他能不能适应，也先不要管他能适应了多久。你觉得一个女孩子去这么远的地方，又去这么陌生的地方，你觉得？他会开心，他会快乐吗？如果你知道他不快乐，那你为什么坚持还要带他去美国呢？
拿你们两个的感情来做赌注，你就为了一厢情愿替他完成梦想，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吗？难道梦想跟爱情就不能同时拥有、同时完成吗？你不要怪他了，他会做这个决定，是因为为了你着想。想想看，他失去你，他也会很难过的。可是我会担心啊，我们分开这么久，距离又这么远，这样回来我们还能在一起吗？我觉得很难啦，你们应该会分手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能跟他分开啊！我现在已经不能没有他了。我支持你，如果你不想失去他，你一定要守护好你们的爱情。这个戒指是我要用来跟他求婚的，想说在他去美国之前我们先结婚，这样他应该就不会担心了吧。不过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我不管不问的一心只想逼他去美国。我当初应该要这么做了。这个戒指是我要用来跟他求婚的，想说在他去美国之前我们先结婚，这样他应该就不会担心了吧。不过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我不管不问的一心只想逼他去美国。我当初应该要这么做了。蛤？哦，没事。所以你决定要结婚了？婚姻这种东西是不能开玩笑，也不应该后悔的。所以你要在你求婚之前，一定要弄清楚你自己的心意。当然啊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，如果这辈子我没有他，会变得怎么样。那就好，放手去做吧。那可以请你让我和他见面吗？去吧，加油。哪里啊？君燕，玉萍，哦哦。线慢慢渗透进了窗帘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哇！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我这黑色的城门。时间高过了悲伤的期限，才让夜晚放肆眷恋。谢谢你给我的忠告，我一定永远记得。很好啊，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我要警告你，以后他去美国，他打电话给你，他想你，你一定要立刻飞到他身边。你做不到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一定，我一定会的。只要他想见我，我随时就会出现在他面前。那就好。妹，一定要好好守护我的爱情。你一定可以的。你要知道哦，美国真的很远，你想念他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知道，不要因为距离的关系感到害怕，这样你才可以真正守护你的爱情。加油。会的。好了，看这个样事情都圆满了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还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帮忙，不知道可以吗？什么事？这附近有一间小教堂，我想请牧师替我们在那边主持婚礼。我没有通知任何人，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来参加婚礼，来当我们的见证人。秋瑾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也很想要参加婚礼。你干嘛？没有。好，没事。车子怎么那么多？哎，张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让我害了。
那天我可能会慢十分钟到啦，因为路上车子很多，啊，红绿灯也很多呢。哎，拍谁拍谁呢？哦，司机大哥，你刚刚快一点，我们就过去了呢。而且现在是红绿灯第一台。哦，这阿伯那样呢，行动不方便哦。你要跟他管。哎，先生，我不是说你啦。阿伯，嗯，你卡不爽快吼？我卡不得的。没关系啊，我扶你啊。哎，你两个大人，你行动不方便呢。谁巴下啊？阿伯行动不方便，那两巴啊！我倒了，行袂紧。这小姐是安怎？哦，真有爱心呢。哦，一定要给她一个赞哦。哎，小姐。慢慢来哦。哎，三二一。OK OK OK， 迟到了。照原本的剧本，所以现在就不用重拍了。你先听我讲啦，啊，这个故事的架构很好啊，不过要修改一点点地方，啊，就是让那四个演员不要再穿白色衣服啦，不好看啦，啊，就让他们穿自己帅气漂亮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再拍出帅气漂亮的脸，啊，你不是就好了呢？学长，这样我就可以上电视了。海哥，四个白衣人呢，象征是士农工商。拍他们背面是要象征整个社会各个阶层，如果你拍正面，将失去象征的意义了。我们可能要找100个人，而且要找各个年龄层的人，才有办法代表整个社会。这样拍摄预算会变很高哎。我知啦，啊，就是要多花钱嘛。啊，如果拍得好，你找200个人来，我也买单啊。哇，200个人哎，海哥这样太气派了，光用想就觉得这个场面很大。用想就觉得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哇哦，都是最喜欢这种大场面的啦！哎，咱分一半，一边一百的，两国对战。两国对战，那这就是战争片，两方人马就是不顾性命的互相厮杀，最后只留下30个人。这30个人呢，最后才可以找到安居乐业的桃花源。海哥，是不错，没错。就是这个瓜，来，挂起盖。你们不要歪了，跟我原本想的差很多。我也想呈现是整个都市的压力。学长，两方人马都有压力，所以才会互相厮杀，意思不是一样吗？李博翔，不要闹了啦。那个，我们要拍摄的呢是安逸祥和的居住环境，所以呢我们要有想象空间，要有内涵的美感。嗯。三藤兄，你讲的 我知道了，可是你所有那个象征，我真的看都没呢，啊，看了以后以为我在卖灵骨塔，啊，难道不能稍微修改一点点？他们已经是完整的生命了，做任何修改都扼杀他们灵魂，所以我坚持不做修改。好啦，啊，你有你的想法，啊，我看法，哦，啊。你放心啦，我不会勉强你啦。啊，跟我一起做事哦，就是好来好去，欢喜就好啊嘛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再找人家拍。哎，你放心，你之前花的钱哦，我会买单啦。哦，啊，一段时间哦，大家拢辛苦啊啦。啊，多谢你哈。啊，来了。啊，泰哥，有闲来高雄找我佚佗呢，我带恁去好耍的所在哦。啊，来去。啊，谢谢光临，海哥。哎，下官，我就说这个剧本不能改，但是没有说不能写新的剧本，而且符合客户的需求，也是导演工作之一嘛。那呢，你有新的想法哦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写新的剧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跟海哥一起工作。一起工作呢？嗯，一起写新的剧本。在开拍前呢，把剧本定下来之后，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。哦，哎，听起来刚刚袂歹呢。剧本定下来之后，开拍之后就不要再修改了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呢，我嘛是算讲编剧之一哦。哎，你会使呢？哎，你又加一个斜杠，加这公司头家斜杠广告编剧，我咧听起来足厉害呢。好啦，那就做会更大事啦啊！哎，多多有请。
合作愉快。海哥，那有事我送你一趟。哦，没啦没啦，没关系，应该的。我的包包啦，我的包包，嘿，里底足侪资料的，啊，您知啦，来，啊，来去来去啊，海哥再见啊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我原本以为学长已经要放弃这个案子。对啊，他可能想通了吧，愿意为了五斗米折腰了。这样我就真的要上大荧幕。你也很奇怪，你有看过健康用战争片表示的吗？这样很酷啊，200个人这边100，这边100，然后炸。曹医师。Hey. 我们约2:27，我不但没有迟到，还提早到喽。刚才有下雨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是我流汗吗？不然我在你脸上怎么看见了彩虹？曹医师，那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忙快点爱上我。姚雅泉，作为一个约会对象，你还可以。还可以，就只是还可以而已吗？难不成你想要进一步的发展？曹医师，在你的理解里，进一步的发展是哪一种啊？是一垒、二垒、三垒，还是全垒打？小雪，你现在肾上腺素上升太快，控制一下就好。我们进去吧。思琪姐今天原本也要来打网球的，只是她变卦了。为什么 ？Jackie 哥上次受的伤还没有好啊，所以思琪姐就留在家里照顾他。他们住在一起？没有啊 ，Jackie 哥住在爱情公寓，跟其他人一起。他一个国际级的大经纪人，怎么会跟人家分租公寓？那个房子很大啊，而且里面都是自己的朋友，尚飞也住在那。去爱情公寓找啊？不打球了吗 ？Jack 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如果不去看他的话，这不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。王尚飞，计划有变，曹凯斯现在要去爱情公寓，你赶快叫世纪姐过去补位，快点。我听说 Jack 受伤了，特地来探望他。哦，对，好，来，请进。拖鞋这边哦。Angel， 你也在啊？不然呢？跳跃体，海哥 ，Action。渐渐长大，你个国际级的大经纪人，怎么会跟人家合租房子啊？对不起，能解决问题吗？那我赔给你了。总有你的啰嗦，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总有你的幽默，在我无聊的时候，眼神里的配合，多余的话不多说，我知道你懂我。总有你的啤酒在我失落的时候，总有你的支撑在想放弃的时候，陪着我成英雄，做我身后的披风，让我能飞翔在天空。在我的身后有一个披风，守护着我的喜怒和哀乐，分享我的梦，分担我的痛，提醒着我不再疲惫中凋零。
风。